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今天我们研讨《太上感应篇》汇篇第33句“所谓善人”，请各位同学翻开课本382页。我们看经文：“所谓善人，至此至神仙可计。”言善人之福报甚大而不爽也。夫善人之时，时以是非不谬，则智勇兼进，终以人我两忘，则人数兼行，况其立心用意，待己待人，内而五常百横，外而事物积矣，无一之不尽乎？此计尧舜周孔护身，无以易此。而地位之善人者，以天心好善而恶恶，人心有善而无恶也。人美乎以习染，自是其初。当有善则精进，有恶则改悔，庶乎可以。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字句解说。不爽，这个福报甚大而不爽，不爽就是说没有差错。我们就说因果不爽，因果不空，不爽就是没有差错的意思。那么时以是非不谬，不谬，谬就是错误，不谬的话就是不会错误。人数兼行，兼行就是我们讲的别字等运啊。那么兼行呢，就是福慧双修，我们常讲的兼行的时候是修福又修慧。那么智慧跟慈悲呢，要等运，这个叫做兼行。那么立心呢，就发心立愿。那么再来这个内而五常百行，这个五常呢，就是我们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那么百恨啊，五常百恨，这个恨呢，百恨就是佛家讲的六度万恨啊，也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呢，能生万法。百恨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待人处事行住坐卧，根尘接触啊，一切万法都可以称为百恨，也就是你的身口意行为。这个五常呢，仁义礼智信呢，老法师在讲这个科注的时候呢，有特别的解释这个仁气场走要心。老法师说呢，现在的人呢，你跟他讲五常的道理，那他们不信，而且呢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现在呢是网络的时代啊，人们的信息呢其实都来自于网络的信息啊，或者是媒体啊，报纸、广播等等。那么根尘接触呢，在接触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不知不觉里面呢已经被污染了，所以都增长的贪嗔痴慢疑还有见惑。所以老法师说呢，现在的人呢，你跟他谈仁义礼智信呢很困难。那么难在哪里？他不相信正法，
不相信正法。正法呢，他叫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正法呢，叫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叫你离开四相、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正法叫你放下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疑、五欲六尘。民众呢，都不相信这些正法，所以呢，对于外面外道的邪说，反而很容易相信，很容易信奉。所以呢，经上讲呢，转受于教。佛陀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末法时期呢，邪师说法之红河沙，民众呢接受这个外道邪说呢，就像经上讲的转受一教。那外道教你什么呢？外道教你众意啊，教给你呢贪婪啊，如何能够快速的赚钱，如何能够快速的成名，这个都是增长你的欲望以及贪婪。那么教给你呢，不要相信鬼神，什么因果都是假的。教你竞争，教你斗争，搞这个，这个呢很容易相信。这个老法师说呢，就是经上讲的，如是颠倒之见呢，相续不绝，永逆生死。啊，你众意，你贪婪，你竞争斗争，就是沉溺在生死苦海里面，这叫永逆生死。那么这些颠倒的邪知邪见呢，充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以叫相续不绝。那么这个生死呢，老法师说呢，这个生死本身就是轮回，就是轮回。那么生死轮回呢，你没有办法超越，那人为什么出不了轮回呢？根本原因就是痴，没有智慧。所以贪嗔痴慢疑的那个贪嗔痴三毒里面呢，最严重就是那个痴，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以后呢，就会前面的贪跟嗔。所以老法师说呢，根本原因就是痴，正是痴业，正是痴业。实在讲，老法师常常跟我们教诲说呢，痴下面有一个疑啊，痴这个里面有一个疑啊，痴的愚痴，我们的痴啊，这个愚痴啊，它下面有个疑，怀疑，对什么都怀疑，没有信心，这个麻烦可就大了。那生死无常呢？啊，以痴为本，啊，生死无常以痴为本，有智慧了，他就脱离生死，出离三界了。那有智慧了，他就知道这个世间呢，苦空无常无我啊，心呢是会生住异灭啊。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万法是成住坏空啊，所以他在根尘接触的时候，他能够学习看破放下。那你没有智慧的话，愚痴的话，你就是轮回在生死里面呢，永逆生死啊。所以他对无常东西呢，他觉得我们这个身呢是常住不坏的啊，他觉得这个世间现在他的无意志都是乐啊，他认为他真正有一个我，他认为他自己这个身体就是我啊，他认为这身体是干净啊，所以众生执着常乐我净啊。那二圣人知道轮回的可怕，他依佛陀所教诲的
苦集灭道，要脱离生死。所以二圣人证得呢，无常无乐无我无尽啊。那佛陀说呢，哎，那个凡夫之所有常乐我尽，啊，这个是没有智慧。那二圣人执着无常无乐无我无尽，都在一边找空。佛陀说呢，这个不是中道。所以佛陀说，我们有个自信，真常真乐真我真尽。啊，那么这个天老和尚说呢，生死无常，以此为本。疑呢是缘，那痴是根本，痴是本。疑是眼，怀疑愚痴，不相信，啊，故以呢无常根本，无常根本。那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呢，五伦五常视为八德，落实在哪里？落实在《弟子规》里面。如果我们都能够依照《弟子规》去学习，都能够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灾难呢就大幅度的减轻。再进一步，我们去学习因果教义，落实感应篇，灾难呢就很可能化解掉了。那么老法师说呢，《礼记》里面有一句话：“人气长则妖心。”妖魔鬼怪呢，就出现在这个世间了。人一旦离开五常了，妖魔鬼怪就出现了。啊，常是什么？常是仁义礼智信，叫五常。仁义礼智信在佛法里面啊，它就是啊，杀盗淫妄酒五戒，佛的根本大戒。中国道德的底线，根本的底线就是五常。所以你五戒持好，你就可以得人生。那根本的底线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人要能够遵守五常，永远不越这个轨道，人会呢活得很幸福。以前正觉金色呢，已经圆寂的慧天老法师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三规五戒，这个五戒呢，啊，跟儒家讲的五常，就好像世间的轨道一样，你依这个轨道来行走。比如说你火车，你火车要依轨道来做，它就不会出轨，否则就会发生大灾难。”那你汽车呢，要以汽车的这个车道来行进。那机车呢，你要以机车的车道来行进。如果你机车跑到汽车的这一个啊车道上来，很容易跟汽车相撞，那机车骑士呢就可能面临死亡的灾难。就你不依轨道来做来走嘛。所以呢，这个人要就能够遵守这个五常，永远不常不越过这个轨道，人会活得很幸福，社会呢会很和谐，不至于有灾难有意外。现在人民把五常丢掉了，学佛的人把五戒丢掉了，十善丢掉了，那身心就要受病苦了，世间就有灾难了。所以自己要觉悟，你心里头不安、烦恼、忧虑、牵挂，这都是病啊，这都不应该有的。居住的环境有这么多的灾难，所以我们要明白，老法师说呢，人一定要回头，跟着佛的教诲认真去修行。那么这段开示呢，是老法师在《净土大经解演义》第509集里面呢，老法师又讲到这一段：人气长则妖心。那么
再来呢，我们看这个无以易此，无以呢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无从，而地位之善人，这个地就是指示指的意思。那么天心好善而恶恶，第一个恶呢就是憎恨讨厌，第二个恶呢就是恶事邪恶，讨厌憎恨邪恶。那么习染呢就是我们的毛病习气，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个习相远就是我们的习气毛病，那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白话。所谓善人，这一句开始到神仙可计，可计就是说呢可以成为神仙。那么至此就是从所谓善人开始，到成就神仙的果位，这是可以期待的为止。他在说明呢，善人的福报是甚大，而且呢是不会有差失的。那么谈善人呢，对善事的实践，善人之始，做一个善人，他的基本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修行呢，就是要从什么？从是非不谬开始，他要明辨是非，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必须先了解。自己起的善念，自己起了一个恶念，自己起了一个妄想，自己必须要很清楚明白，这个叫做时与是非不谬啊，是非要分清楚，不要弄错。那么接下来呢，他必须要智勇兼进，智慧跟勇呢，智勇就是智人勇，儒家讲的三达德，那佛家呢？勇的在佛家呢，就是精进啊，精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智勇兼进呢，就是要精进勇猛啊。那最后呢，达到呢人我两忘的境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人事兼行，仁慈跟忠恕呢并行。那么这一段老法师也特别针对这一段老法师有开示。老法师说呢，第一点，老法师说注解里面有几句话说得很好，给我们说出一个总原则，什么叫做善？善人之始呢，始以是非不谬，则智勇兼进，终以人我两忘，则人数兼行。老法师说这两句话说得很好，把世间的善跟处世间的善都说到的。世间的善就是是非不谬啊，那么智勇兼进，终以人我两忘，智勇兼进也是世间法，也通出世间法。那最后这个人我两忘，人数兼行那就是出世间的善。像我们佛陀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佛号呢，释迦是能忍，牟尼是寂寞，所以佛的佛号呢，它 表法是性德。那菩萨的圣号呢，表法是修德。比如说南无地藏王菩萨，它是代表大愿。那么南无观世音菩萨的表法大悲。那文殊师利菩萨呢，表法大智，修德的修行的这个智慧。那么那么普贤菩萨呢，这个普贤代表落实。
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释迦就是能忍，能忍就是这里讲的忍数，啊，就是慈悲。那寂寞呢，就是清净，那表法我们的性德。所以老法师说呢，这一段注解里面这一段文呢，他把世间善跟出世间善都说出来了，都说到了。他说感应篇呢的文字是道教，但是他注解里面有儒家的，有道家的，有佛家的，这就是这个三教会归成啊同一个真理，三教一儒，他都融合在一起了，非常难得。那么古圣先贤的教诲尽在其中。孔夫子一生呢，最忧虑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学不讲，过不改。从夫子的忧虑，我们能够审查到，圣人为什么，何以能称为圣人？佛菩萨为什么能够修成佛菩萨？夫子这两桩事情，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这个答案你就找到了。一个是讲学，一个是改过。那老法师讲这个讲学跟改过，就是我们讲的戒行并重。戒行并重，讲学呢是解门，改过是行门。佛陀也是这样教我们，戒行相应，定慧等学。啊，也有讲定慧等持。你才能够成为大圣大贤，佛家讲超凡入圣。孔夫子一生讲学改过，天天都在改过。释迦牟尼佛亦复如是，49年每天讲学，每天改过，劝人改过，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第一点呢，老法师说呢，善人啊，在我们注解里面这一段呢，老法师说他已经把世间的善跟出世间的善都讲出来了。那我们要成为圣人，要成为圣贤，我们要成为活菩萨。老法师在这个第一段里面跟我们开示，你从善人开始，那善人要从是非不谬开始。你是非都搞不清楚，对错都不知道，迷而不解，邪而不正，染而不净，那你怎么有办法成为圣贤呢？你怎么有办法成为活菩萨呢？你怎么去往生极乐世界呢？那你去修六度问恨，你要智勇兼备啊，要有智慧啊，要慈悲，要勇猛啊，那最后才做到人我两空啊，人我两忘啊。你要达到金刚经里面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也是要从善人开始啊。就像我们净业第一福里面讲的，要修净业第一福、第二福，再修净业第三福啊。那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上慈心不杀、修十三业，就是做人间善人。你从这边开始做起啊。那老法师特别在这一点里面又提到一个问题，你有解无行也不行，有行无解也不行，要解行并重。所以要讲学，要改过，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毛病习气是无量无边的，都储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所以老法师说呢，戒就是听经闻法讲学，行呢就是改过忏悔，这样你才有机会从善人变成一个觉悟的人，从善人 进入圣贤的领域。所以出果圣人呢，须多还叫做易入圣流，他就进入圣人之流了。
啊，这是第一点，老法师的开示。那么第二点，老法师说呢，这里面的意思非常的深，非常的广。凡夫之人不知道自己有过失，我们想想，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等觉菩萨都还在改过，哎，为什么呢？因为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啊。老法师说，这就是等觉菩萨他的过失啊，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有破啊，这就是他的过失啊。等觉菩萨尚且如此，我们哪里没有过失呢？啊，所以呢，你能够发现你的过失，你就觉悟了。把过失改过来，这叫真正修行啊！各位把这一段老法师这个开示非常的好，把它记起来啊，把它落实啊。你能够觉悟，能够改过过来，叫真正修行，这就是善人啊。老法师这样开示就很究竟了。第三点，注解里面讲善人之始啊，我们这个第五行这里面讲夫善人之始，老法师说善人之始这个始是什么呢？始是始止。怎样才能成为善人呢？始以是慧不谬。是慧不谬是最基本的功夫，最低的水平。他有能力辨别是非，他有能力辨别邪正，他能够破邪行正，所以他才能后面的才能够做到智勇兼进。智是能辨别，勇是有取舍，取善舍恶，这是善人。那么忠呢，是讲最高境界，忠于人我两忘。高境界是佛家讲的人我两忘，金刚经里面讲的破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常在讲座里面提到这个破四相的问题。你如果能够离开四相，大慈悲心就流露出来了。那大慈悲心呢，就是大善人啊，他相应菩提心啊，直心生心大悲心啊。好，这是第三点老法师的开示。第四点，从这个标准上来讲，大善人是活菩萨，小善人是世间的贤君子。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重视，为什么？佛在经论上讲的太多了，经上常讲善男子善女人，老法师说我们读的太多了，我们自己想一想自己的心性符不符合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标准呢？我们研究经教的时候，曾经跟诸位提过，就是老法师讲说他在讲经的时候有跟大家提过，佛家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他也有上中下三品，下品的也就是最低限度善的标准。老法师说我们用净业三福来说大家好懂，也是佛的意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下品的，下品的善男子善女人。
中品的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患威仪，这是中品的善男子、善女人。那上品的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想想，我们是哪一品呢？所以我们说，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为什么莲花分成九品？就是根据这个净业三福的标准，上品的、中品的、下品的，你属于哪一品自己很清楚。如果你下品的善男子、善女人，也就是说孝养父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力，你没有做到，那你往生极乐连下品都没有，你怎么去得成呢？啊，所以拿法师呢，他来讲这个上中下品，用善男子、善女人来解释所谓善人是非不谬、智勇兼备，我觉得非常好，相得益彰。啊，相得益彰。那我们知道如何下手，从哪里下手？你要做善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的所谓善人。你佛家呢，就从净业第一福开始修起，你就是成为善人了。那么这里面呢，终以人我两忘，这是最高境界。行善布施呢，它的最高境界三轮体空，人我两忘，就是破事相。我特别引用呢《金刚经》里面这个经文。佛在《金刚经》里面讲，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你看这里提到善男子、善女人啊，初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这里面呢，活菩萨释迦牟尼佛跟你分成两段的说明，你到底是要福德呢，还是要功德？啊，如果你是要功德，必须要依教奉行。佛陀他讲跟佛陀跟悉菩提讲，他说若有善男子、善女，初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这个初入分、中入分跟后入分呢，是西域的习俗，也就是印度那边的习俗。他们分成呢，他们对时间的分配呢，分成坐三十、夜三十。那我们中国呢，是子丑寅卯。我们讲说子时、卯时，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这是子时。那现在是用西洋的时间算法，就一天有24个小时。那在印度那个时候，古时候是用坐三十、夜三十。那坐三十呢，就是初入分。啊，那初入分跟中入分跟后入分就是白天，它分成三个时段，叫坐三时，这样加起来等于西洋的时间也是12个小时，所以他们等于4个小时，3、4、12等于初入分、中入分跟后入分。那晚上的呢，他们分成初夜分、中夜分、后夜昏，这叫夜三时，也是12个小时。如果以西洋来说了，那在印度呢，叫初夜、中夜、后夜，也是等于4个小时，叫初夜昏。那中夜昏呢，也是4个小时，后夜昏也是4个小时，
这样加起来12个小时。所以佛陀说呢，如果你白天初度分，你以恒河沙等身布施，身布施就是你身体去做所有的善事，做多少呢？做像印度恒河那么多恒河沙。恒河沙佛陀常在讲经里面讲恒河沙，恒河沙代表无量无边，没办法计算的，这叫恒河沙。如果你初入分呢，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入分又这样去做，啊，那后入分也是这样去做，白天都去做这些善事，用身布施。佛陀说，这样无量百千万亿劫，你修到无量百千万亿劫，用这样身体去做布施，去做善事。如果有人闻此经典，《金刚经》里面讲的重点，我们已经讲过，它根本的核心就是前面的16品讲破四相，后面的16品讲破四见，整个根本核心就是因，就是六祖大师开示的开悟的那个记忆。六大师说，他听到人家诵《金刚经》，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顿都开悟了，记住了，记住那个《金刚经》的境界，就是闻此经典。他这个闻不是我们闻呢，是用84、51个心所。那六祖大师是反闻闻自信，信成无上道。插在这里。反闻闻自信，信成无上道。他是用根性，我们是用事。啊，所以呢，佛家叫你呢要舍事用根。楞严经里面讲，叫你舍事用根，就用根性，就是用闻性，用见性，见闻皆知。啊，所以佛陀说，若复有人闻此经典，刚刚讲反闻闻自信，用自信，信心不逆。什么叫信心不逆？信心不逆就是大圣里面来讲啊，如果以天台来讲，藏通别眼四教、圆教、初三界的立根菩萨、圆教，老法师常讲圆人说法无法不圆，那个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就开悟了，那圆教的初住位菩萨就破一品根本无明，他就证得法身了。信心不逆是在哪里呢？信心不逆是在圆教的初住位菩萨。不逆的意思是他不会再起心动念了，不起心动念，他证得不生不灭了。那就是法身大士呢，他已经证得法身以后，他就证得三不退里面的念不退。我们有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位不退不会退到凡夫，行不退不会退到二圣。啊，所以圆教的初信位，他就位不退了，就不会退到凡夫了。圆教的初住位破根本无明，就证得念不退，就是阿惟耶支菩萨、阿毗跋致，就是念不退，念不退。那念不退的菩萨呢，就是这里讲的《金刚经》里面讲的信心不逆，信心不逆。那信心不逆呢，佛陀说其福甚彼，剩什么？超过刚刚讲的初入分、中入分、后入分，以身布施，以恒河沙的身布施，而且经过多久？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你修那么多的布施，佛陀说，如果你能够证得信心不逆，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欺负生病，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呢？他发布施啊。那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这里面讲的终于人我两忘最高境界啊。所以呢，发大心呢，不着相布施，使自他超越生死，自己跟别人都超越生死，圆成佛道，依正庄严，故其福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要明白，要修这个无漏功德，而不是有漏的福报。所以佛陀一再告诉你，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议。佛陀一直告诉你，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议，因为你的智慧信德就会流露出来的。老法师常讲的，我们讲世间人讲的福至心灵，那个福至啊，就是到人我两忘的时候啊，那智慧就流露出来了。啊，那这一段呢，我特别引用老法师的这一段开示来解释所谓善人这里讲这两行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一行，况其立心用意，何况善人他的存心用意，无论是对自己对别人，他内心常常存着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以及他的各种德行的操守，百行就是各种德行的操守。他对外呢，待人处事也都能够适合时机，兼顾情理，我不尽力修持，能做到这个境界，此即尧舜周公孔子复生啊。如果是尧舜周公孔子在视线在这个世间，对这个道理他也不会有不同的看法，无以喻此。就算尧舜周公孔子再来，他对前面讲这个道理，立心用意，待己待人，内而五常百恨，外而事物积矣，无一之不尽乎，这些圣人他就算承认再来，他也不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意思。那么而要如果称为善人呢，而地谓之善人者，而要如何成为善人呢？因为天心呢是喜好行善而厌恶作恶的，人心呢是本是有善无恶的，但人呢往往疏忽了恶习的染着，所以呢就应该要精进啊，有恶事已做的要赶快忏悔，这样呢就可以称为善人了。那么这里这一段里面呢，以天心好善而恶恶，人心呢有善而无恶也，这个在德义古鉴里面呢有提到这一段。住在恩说呢，今人不肯行善，非为之财力不足，则也实是有所不可也。现在的人呢，那个时候啊，有些人他不肯去行善，他就哎呀，我没有钱了，我财力不足了，就像很多人一样啊，等我中乐透以后呢，我中奖以后，我要做多少个善事，非为以财力不足。或者说呢，哎呀，我的环境我的情况不太许可我去行善了，这也是有所不可也。
住在恩说呢，一直时时处处既有可为，就是即使我们要行善呢，不一定要金钱。他说你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行善。从上到下，你位高的、卑下的，言无限量，都没有限制。有这么可以直接、简便、直接的吗？所以住在庵就己说呢，自踏子卑水而推之，因为这个地方踏子跟卑水，我们以前有讲过，就是宋朝镇江太守葛凡，他在当镇江太守的时候，人家去请教他，因为葛凡呢平生力行善事，他每天都做四五条，多到有时候一二十条。总共做了40年，每天都没有空过。葛凡说呢，从青相到乞丐都可以做。葛凡后来就是高寿作画，祖孙富贵不绝。那人家就问葛凡说，怎么做善事呢？葛凡说，比如说这个榻子吧，会障碍到人家行走路，我就把榻子移开。他说这也是善事。他说人家来了，你奉他一杯水也是做善事，所以叫做踏子杯水。所以住在庵在这里面提到说呢，范文正就是范仲淹，他做高官，贵而德行其道者也，做官的他可以像范仲淹这样做，你高贵的也可以去做这个善事。堕于今，富而好行其德者也。堕于今，我们以前也有提过。葛凡呢，他这个担任太守，他所说的从最微细的都说得这么清楚，连贫人跟妇女都可以去做。这个是朱在庵呢，他讲呢，行善呢是看你肯不肯去做，你肯不肯发心，你肯发心呢，从亲相到乞丐，从达官贵人到富人贫人都可以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再补充一点呢，这一段里面呢。他讲说呢，善人之福报呢甚大而不爽也。夫善人之时呢，所以智慧不谬。这也是在讲善有善报，因果不虚。那印光大师呢，他也特别提到，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有提到说呢，因为世间的人呢，由事少通人，就是这个世间呢，就欠缺这个能够讲经说法的人，能够传播这些圣贤道理的人，能够有智慧圆融的人，就叫通人。他说这个世间呢，就少了这个智慧圆融的人，没有人出来提倡因果报应的道理。那么凡夫呢，就沿袭了他们家里的父亲跟祖父所教的这个习惯，叫家喜乐喜，只知道呢自私自利，相传所致。父亲传给儿子也是这种家喜乐喜，也是增长他的自私自利。其实印祖说呢，有所作为，你顺乎天理，你怎么去行善呢？印祖说，你从家庭开始，你恪尽己分，尽自己的本分，对外你交际应酬，服务别人，以及种种的善行都要去做。怎么去做善呢？印祖说，蓄灾赈饥，有灾难来，我们就要蓄灾赈饥，
怎么样呢？你就要去救苦救难，学观世音菩萨一样去正济灾民啊。要既然福慧，要去戒杀放生，要护持生命，要吃斋吃素、诵经念佛，这些呢都是我们刚刚讲的啊，五常百行。你行善呢，从这些事情都可以去做。那么以其呢自他兼利，悠闲精力，明亮两利，能够这样去做，就可以让家门清洁，主圣兴隆，富贵尊荣，令人敬仰。这个在历史的传记里面呢、啊、历代的贤者呢、啊、他们的功业杰出呢、啊、我们在感应篇里面所提到的忠孝，这里面我们提到很多这种故事，这就是反贤者挺身的功业杰出，或道传前圣之心呢，或德为万民之望者，其先代皆有利人利物之忧之险之易行应得者。比如说范仲淹、范成仁，他们范家呢的福报有八百年。像窦仪君，他祖父来跟他托梦，他力行善事，他延寂36年，本来短命变成长寿，活到82岁，无疾而终。本来没有儿子，五子八孙，通通显贵。这是什么意思？他道传前圣之心呢、啊，和德为万民之望啊，做一个表法。他们的历代祖先、起先代都有利人利物、知忧知险的阴德啊，义行阴德啊，义行就是高贵的德行，累积这个阴德啊。这个都不是我们凡夫可以见得到的，我们凡夫的肉眼可以见到的。哦，行善的人呢，他的神识或上升天宫，或高超佛果，往生佛果。这个世间凡夫怎么能够知道？怎么能够见得到呢？又何能悉知？悉知之而悉见之呢？啊，所以呢？印主说呢，因果的道理虽然他是从大发明实为佛经，在佛经讲的最究竟的就是因果道理，要讲因果通三世嘛。而儒教经书呢也有说啊，比如说书经里面讲的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还有弘幻里面讲的五福啊，富贵康宁、长寿、好德善终。六疾，比如说短命、疾病、忧愁、贫苦、恶事、好肉，或者《易经》里面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一尽，积不善之家必有一殃”。这两句，一个来自于儒家，一个来自于道家。啊，《易经》的道家嘛，那书经来自于儒家嘛。儒释道三家都告诉你，莫不皆以因果报应之理示人啊。但是道家跟儒家呢，印主说呢，他其言简略，他讲的呢比较简短，比较简单，他只提到现世这一世，他并没有提到过去世跟未来世，所以他们只提到现世跟子孙，没有讲过去、现在、未来。轮回六道三毒之事，如果你不深眼金思，可能会当面错过。所以呢，印主他特别提到呢，他说因果走，视之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千里啊。活菩萨要度众生呢，也是从因果开始啊。所以佛陀讲经说法啊，在定中21天讲华严经以后，就为五比丘说四圣地理12因缘，就是在讲因果啊。那也是世间圣人他来度脱众生
贫治天下就是度脱众生的一个方便呢。所以印祖说呢，圣教昌明之事若不提倡因果，现在佛法很兴盛，如果你不提倡因果报应，尚且还不能够让这些移民潜习淫恶，潜习就是那么放下这个执着，不再去造恶，尚不能够让这些有智慧的人大积阴功，况今天的塑造人心呢？坏到极点呢？坏至其极啊！会经会教，会弃圣经，就是会经会教啊，推翻伦理啊，邪奢逢流啊，待续情逆啊，所以。有心想去净化人心，就是有心世道者，失意挽回狂澜，力挽狂澜。若不以因果报应为振聋发聩之志，振聋发聩就把迷惑颠倒人叫醒。他说，如果你不提倡因果报应，把这些渔夫，就是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把他们叫醒，就算活菩萨圣贤都出现在这个世间，也莫可奈何啊，亦莫如之可啊，况其下焉者乎啊。所以老法师说呢，提倡因果教义啊，使他不敢去做坏事，去做恶事。提倡伦理道德，他是羞于做这些坏事，但是因果教义的话就不敢做坏事了，不敢作恶了。那么这一段里面呢，善人呢，只不报善大而不爽天理啊。这一段里面，我们来举一个公案，啊，叫积心忠厚，庆及子孙。这个公案呢，是印光大师说故事里面有提到，在清朝苏州呢，有一个少年呢叫曹锦涛，啊，他呢对医术非常的深入，任何疑难险症，经过他诊疗都可以早手回春。有一天，他想出门，忽然有一个贫户呢跪在他们家的门外，哭泣的哀求说呢，希望他为他的这个婆婆呢，其姑就是他的婆婆呢治病。但是因为他们家里很穷，没有办法去请其他的医生。那么他听说呢，这个曹锦涛呢慈悲为怀，所以呢要劳驾他呢到他们家呢去帮他的婆婆治病。曹锦涛呢，曹公也没有拒绝。他就陪着他去呢，到他家去了。那曹锦涛回来以后，这个贫妇的婆婆呢，贫妇之姑呢，婆婆的枕头下面有白银五两，不知去向。他在想呢，进来房间只有曹锦涛、曹医生，他想一定可能是曹公脱气了。这个贫妇呢，就登门来询问了。曹公呢，二话不说，就给他白银五两给他，什么也没有解释。换成我们一般人呐，当场就生气了，啊，你把我当成坏人，当场可能会恼羞成怒，而且会讲一句话，啊，行善没有好报，啊。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好心不雷金”，就这个台湾话的意思是说，你做好事呢，反而被天打雷劈。啊，这个贫妇回来以后啊，她的婆婆呢，就找到那个银子，老人家可能放错地方啊，刚开始可能放在枕头下面呢，啊，可能生病了或是医生要来了，就赶快把那个白银。藏在柜子里面了，哎，忘记了，啊，忘记了。老人家都有这个毛病啊。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呢，啊，人家给她那个压岁钱呐，3000块台币啊，
他不知道放到哪个地方，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就起烦恼。那我也找不到，我不晓得他到底是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另外去包个3000块红包，我就把他拿出说，我找到了，就在这里，他就很高兴了。老人家容易忘记啊。好，那么这个贫户回到家以后呢，他的婆婆就这个银子找到了啊，这个贫户非常的惭愧啊，再把这个白银5两再送回去呢，跟这个曹公呢谢罪。他就问了，他说：“公何以自污盗淫？”他说：“曹公你呢，怎么会自己承认说你偷我婆婆的银子呢？”曹公怎么说你知道吗？我亦汝姑病数好耳，我若不认，汝姑必定遭己家病，或之难好，故知其汝姑病好，不怕人说我盗淫你。这个境界不就是这里面讲的智勇兼进，终以人我两忘了吗？他还是从善人开始哦，可是人家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大慈大悲仁义哦。他怎么跟这个贫妇说？他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的婆婆赶快能够病会好起来，如果我不承认说我偷你婆婆的5两白银，你的婆婆一定会着急，病情加重，甚至没有办法治好，搞不好大病呢就不能够好了。我只希望你的婆婆病赶快好，我不怕人家说我盗银，就偷你们的银子，这是何等的慈悲啊！他也没有我相啊，也没有人相啊，也没有众生相，也没有做受主相啊，没有我能够医治你的病的医生，被有医治的一个贫户的婆婆，中间也没有说我帮你救你的命呢、啊，或者我救你的命有多少个功德啊？没有这种执着啊，他当下就没有事相了。所以事相在哪里？在根尘接触嘛，在你的眼见色耳闻声里面修离开事相嘛。去破你的我相、人相、跟众生相、跟受者相嘛。众生相就是说，你有做多少个善事，救多少个命的众生相；你帮助过多少个人的众生相；受者相，我做这个多少个功德，这个都没有啊。你看他当时那一念心，即他在。那个贫户在说：“你是不是有偷我婆婆的5两银子？”他承认，他也没有解释，就给他5两白银。这种境界啊，坦白讲，已经到忍辱波罗蜜的了。他证得那个信德了吗？那证到那个信德的时候，他人我两忘啊，他没有我相啊，他没有解释，当下把白银5两给他，就已经没有我相了。他有我相，一定会生气啊。就像佛陀在《金刚经》里面讲，他忍辱先忍，500世都是在修忍辱。佛陀在《金刚经》里面讲的，他跟这个割利王的对话里面，割利王的兵徽听佛陀说法，非常法喜。佛陀告诉他们如何离开5欲6尘的染浊，如何离开轮回。割利王醒来以后，起了嗔恨心，说佛陀有起这个淫逸的心。佛陀说：“我没有起淫逸的心。”割利王就用刀子割佛陀的耳朵、鼻子、手。佛陀说：“我没有起嗔心。”跟这个境界不就一样吗？他也没起嗔心呢、啊，啊，所以呢，这一个曹公呢，他后来他生了3个儿子，他的长子呢是义一，
房地的一生寿八十岁，他的家非常后来非常有钱。他的二儿子呢，翰林，翰林是以前的一种官，官至宦台。三子呢，也是翰林，博通经史，专注著述，他会著述立说。他的孙子呢，林立，的孙子非常的多，而且呢，都能够显贵，都有达者。从曹公这个案例再去比较一般的医生，唯利是图的医生，唯利是图的医生呢，纵使不灭门绝户，啊，已经少之又少的了。也就是说，唯利是图的医生呢，到后来他们的果报都不太好。所以呢，印祖里面就讲了。印祖说呢，《易经》里面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谓的余庆余殃，这个余庆余殃就是报在祖身；本庆本殃报在自己，乃报在本身。余庆余殃，人可以见到，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本庆本殃，他在。现世、现生及来世、后世所享受者，世间人看不到啊。但是天地鬼神活菩萨，故一一动之动见，活菩萨都知道。啊，须知呢，本庆本殃，交之余庆余殃，跟余庆余殃比起来，大百千万倍。所以呢。故望世人，希望世间人呢努力修持，以其获庆而宜殃也。曹公呢，他甘受道民，救人性命，善报在于他的子孙。印祖说呢，如果自己更能够替祖孙念佛，求三宝加倍，让祖孙也各自出世念佛，那善报当在西方啊。这不是只有三界的有漏福报啊！你世间显贵，它毕竟是福报享尽，那业报就会现前啊，还是不能够处理啊。这个呢是印祖在三篇呢、啊，印光大师文钞三篇下，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上的开示法语，我们特别把它引用出来。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宋李文正公访，即自正，因上元张灯，太宗命安宇引之，坐之御榻之侧，手作一尊，显果侯之真者，视之，曰：“亲善人，君子也。”两在相位，未尝有伤人害物之心。此正所以念亲也。公归信子曰：“吾虽无其功为积，今世害死，乃未尝避人之善，忘人之敬，不欺暗室，堕得所混。”以此事者，至谓允道。今蒙圣上对秦臣前，以善人君子见称。夫善人君子，孔子上云未见，吾何人而敢当之？汝朝当念圣上重讲之言，见吾四走之说，以君忠，以亲孝。修谨自立，书籍可以无忝。子忠恶，恪守先信，为一时文人。夫善人，浅言之；止恶行善，极言之。正圣成真，穷神达化，皆此善之一念充之耳。
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字句解说。李文正公晃李晃，他是在后汉前右监的进士。后来呢，他在后周的时候呢，担任翰林学士。在宋朝的时候，初期的时候呢，他担任中书舍人。那么他只要就是比较有名的呢，他就是奉皇帝的奉赐呢，编修《太平御览》。那么自正呢，自正就是将政事呢归还国君，就是辞官退休叫自正。那么上言呢，就是元历十五号元宵节。太宗呢，宋太宗是赵炯，是宋太祖的弟弟。那么这个呢，他在位呢是22年。宋太宗呢，他加强中央集权，收节度使呢首领之郡，扩大科举取士，建崇文院，编撰太平御览等书。那么再来这个安宇，安宇就是安车，安车是古代可以坐乘的小车。古车立圣呢，此为坐圣，故称安车，供年老的高级官员及贵妇人所乘用的。那高官呢，告老还乡呢，或征召有众望的人，往往皇帝呢会赐圣安车。安车呢也可以叫安居呢，安车多用一马，礼尊者则用四马。那么御榻呢，就是皇帝的坐卧卧具旁边。那酌呢，就是斟酒。御尊呢，就是皇帝所用的酒杯。归训子曰，归训就是返回教诲。其功伟绩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丰功伟业。今世亥时呢，就是今世亥时或者今世正时呢，它的言行异于寻常，而使世时震惊。未尝蔽人之善，这个蔽就是隐蔽。不期暗示呢，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呢，没有做亏心事。堕夺呢，这个堕呢练堕啊，堕夺的堕呢就是推测估计，德呢就是道德，云道就是遵行遵守。见称就是受人称誉。接下来这一句呢，乎善人君子呢，孔子上云未见。这一段呢是在《伦理述老篇》里面出来的，他原文是这样：子曰，圣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实可矣。子曰，善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实可矣。这一段就是善人君子呢，孔子说他没有见到。那么刚才念的这段文的白话呢，孔子说了，他说圣人呢，我不可能看得到，我不得而见之，我不可能看到，能看到君子就不错了，能看到君子就不错了，就可以了。善人呢，无不得而见之，我不可能看到善人，能看到一心向善的人呢，有恒者就是一心向善，也就可以了。没有装作拥有，空虚装作充实，贫穷却装作富裕，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呢，很难一心向善。
所以孔子才会说得见有恒者是可以。那么这一段呢的意思是我们解释到这里，如草，如草就是逆眠，从奖，从奖就是啊尊崇奖励，修谨自立，修谨就是行事或处事谨慎，恪守礼法。书籍可以无田，这个无田呢就是不羞愧，不侮辱你的祖先，或者不侮辱，这是在《书经·君雅》里面呢有提到这个“今命而已矣”，啊，做古拱心底，转乃旧服，无田足考，就是无入雷足考之道，不要这个啊侮辱祖先的意思了哈。那中二呢，中二就是啊这个李昉的儿子，他本身呢啊是一个诗人，恪守就是遵守，意思呢就是啊一代当代，正圣就是正入圣果，成真呢叫成仙，穷神达化，穷神就是穷究事物的神妙，达化呢就是啊，达就是通晓明白，化是造化，一念冲之哦，这个冲呢就是扩大。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白话，宋朝的李昉呢，他这个往生以后呢，皇帝赐给他呢文正公，所以这里讲呢宋李文正公昉。他在年老辞官退休的时候呢，刚好遇到元宵节，皇宫里面的张灯结彩，太宗呢，宋太宗呢就命安排车驾呢迎接他入宫，并赐他呢坐在皇帝的旁边，皇帝亲手呢啊拿着酒杯呢来为他斟酒，而且还选这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果核呢赐给他吃。皇帝说呢，宋太宗说呢，你啊是善人君子，卿真是一个善人君子，两次担任宰相的位置，从来没有看过你有伤人害物的心，这是呢朕呢非常怀念亲你的地方啊。李公呢回家以后就训诫他的儿子说了，我在相位的时候呢，我虽然没有建立奇功伟绩可以惊动世人，但是呢我从来未曾呢啊隐蔽别人的善行，忘记提拔肯上进的人，而且呢不欺暗示，我不在隐蔽的地方呢欺瞒自己的良心，我估量自己的德行呢，我谨守自己的本分，这四点我都做到了啊。就是哪四点呢？就是未尝避人之善，就是不嫉妒别人，也没有把别人的善行隐藏起来，不忘提拔后进有肯上进的人。我们一般佛家讲呢啊，就是肯接引众生，而且我做到不欺暗示，我守自己的本分啊，这四点呢我做到了。今天呢，承蒙圣上在群臣面前呢，以善人君子来称呼我，来称赞我。这个善人君子呢，孔子他说呢，他还没有见过呢。皇帝这么说，我怎么敢去承担呢？我是何等的，我怎么敢承担呢？
你们要感谢皇帝这样一个崇高奖赏的话，你们要好好去实践我所说的这四种德行，勿避人之善，勿忘人之敬，不欺暗室，堕夺所混。你们对国君呢要尽忠，对父母亲呢长辈要尽孝，那么要自己呢要能够谨慎羞耻，自立自强，这样呢才差不多可以做到步入祖先。他的儿子呢李宗鄂极力遵守他的父亲的训诫，成为当时的名人。所谓善人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平时不做恶事，能够力行善事，深入来说呢，能够证入圣位，成就真人，能够穷尽你神通变化的境界。穷神答化呢，就是能够明白宇宙人生真相，能够成就呢无上菩提，证得本有的智慧，这叫穷神答化。也都是从这个一个善念开始扩充出来的，成就的。那这段呢，我们就解释到这里。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段的经文。明江西周子吟宠信三宝，勤行百善，反救人患难，成人好事，虽汤火寒暑，亦所不辞，众以善人称之，病故自元今前心中不服，命立简部视之，开部既有名利两大志。凡子吟一生所作善事，或在名之下，或入利之下，子吟愧服，赋诗与人曰：威武骗告人之为善者，以真诚破事，尽扫心地也，业五入中。唐时曰：余祥之子吟为人好名，或不免自以利，则子吟轻财仗义人也，何以有此？必其积奸请托，初恋为善事，发愿彼己财物到手，偶有挪用之弊。或使曰：吾暂借之，或遂酒甲不归耳。乃子吟勤劳一生，仅博得此二字，可见因师冠上隐微为起之障。余体子吟之意为之表彰，因骗告为善之人，无为而为，无所不为，随机利物者善也，无求报心，就把苦难众生，劝人为善，次也。广积阴功，求自免三途，又其次也。若有一毫为民之意，便是错了路途，更若有一毫失毁朗拓，则入地狱如见矣，可不临载。载此以其后之愿为善人者，明辨而笃行焉。好，这一段呢这个我们来看字句解说哈。勤行呢，就是努力去行，百善各种好事，汤火，我们讲说赴汤蹈火，比喻呢极为危险的事情呢和处境，一所不辞，从不推辞。简部呢，这个简呢就是巡检，
布呢就是布册，录呢是记载，愧服惭愧而心服，复苏就是醒过来。以真诚破实，这个破实呢，破就是接近，实就是真实不虚假。阅就是经过，期间就是在期间。彼及财物到手，彼及呢就是等到啊，等到酒甲不归。酒甲不归呢，是长期借用没有还。惯上，惯上就是习惯。登载，隐微微起，隐微就是隐约细微，微起是血起不振。这个障呢，就表示我们的善恶的事情。为之表彰呢，表彰就是表明。失回攘妥，失回就是便宜自己，贪污中饱，中饱失攘，攘妥呢就是袋子。这个失回攘妥呢，有点叫中饱失攘，也是同一个意思哈。可不临载，这个临呢警惕。好，我们来看这段的白话。临朝江西呢，周子吟呢，他宠信三宝，努力呢去行善啊，勤行百善，很勤劳的力行各种善事。凡是救人危难的，救人患难的，或是成就人别人的好事的，虽然赴汤蹈火呢，不管寒冬炎暑，他也都不会推辞。大家都是以善人呢来称赞他。等到他病故以后呢，到阎王面前，到阎王面前，他心中非常不服。阎王呢就命这个民官呢，抬出这个簿册，检显他的善恶的簿册给他看。打开簿册一看呢，上面有名利两个字。这个看到这一段真的很可怕哦。你做善事呢有名利心呢，阎王那边也有记录。打开簿了，簿子呢上面有名利两个大字。凡是子吟呢他一生所做的善事，或记载他的名字底下，或记载在那个名的下面，你做这件善事是为了名，他阎王那边就记录说你做这件善事是为了名，就在名下面写你做的那个善事。或者是子吟他所做的善事呢是为了利，就写在那个利字下面。这个子吟看了以后呢很惭愧，愧服，很惭愧的心服。然后呢他后来又回阳，又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骗告这些世间人。醒过来以后告诉人家说呢，阎王要我骗告大家，做善事一定要真诚老实。真诚破除是真诚老实。要把这个心地扫除干净。经过五天以后呢，他就死了。那么这一段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在以前呢我们有读过明朝的这个天台的王弼儒大师，王立古。那么他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呢是丙午年的乡间，他到新干县去做县令。因为他从小呢有持这个杀盗淫妄的这个世界。后来因为当官的关系呢，而会处了这个世界。那么戊午年的时候呢，他进京呢去觐见皇帝，
他所乘坐的船呢，停在五湖那个地方，就在船的上面呢，啊，小睡片刻呢，就在那个时候，他的神识呢，被射到阴司去了。他看到阴司呢，这个殿上坐的一个鬼王，旁边站了两个官呢，可能是文判官跟武判官，那鬼王呢，阎王就呼他的名字了。他说：“你的命呢，本来是应该在丙辰年的八月就要死掉了，所以会延到现在，是因为你有持戒呀、啊，持斋戒的功德力呀、啊。你为什么要放弃呢？”那说完以后呢，鬼王啊，跟这里的鬼王一样，阎王啊，就命令人家呢，把那个簿册拿出来。王壁鲁大师呢，他看到他的名字底下都有记载，某年某月，到丙辰年八月以后就空白了。王立古看完以后呢，他就叩首谢罪啊。所以呢，每一个罪人呢，亡灵呢，见到阎王所提出的证据，没有人敢辩驳，是千真万确的，可怕。毫无辩驳的余地，这丝毫不爽，一点差错都没有，他不会记错的。世间人会记错，阎王不会记错。所以呢，当时呢，王立古呢，他就谢罪，他说呢，我当官不得已才这样，把那个世界破掉。那阎王就说了，他说：“你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可是你的阳寿已经尽了。”就命令鬼差呢，把他抓住地狱。那就看到真灵鬼过来了，把他抓起来。阎王旁边的那个左边的官吏呢，就跟阎王说呢：“这拿他那个破戒以后的事情，再来考察考察。”不久呢，就抬出两大箱出来。就看到那个他在担任新干县令的时候的卷宗，反正他写过的一简一节，他写过的公文书或者是文件，以及他平常这个细书方寸之纸记载的，就供他平常开玩笑所写的那些纸条都还在，啊，皆有气腾上，都有那股一股气飘上来，里面有青色的。有黑色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那就命令这个各拣一处，就把那个这四种颜色的这个恶业呢，善业放在旁边去，先检查它黑色跟青色就成一团，然后再检查那个白色的，最后再检查那个红色的部分，那么。青色的部分呢，它就变成隐藏起来了。那黑色的部分呢，就像一双筷子这样。可是呢，那时候红色的部分呢，就很亮。那个阎王就用眼睛呢，斜着看了一下，原来是什么？上面有飘的这个《金刚经》跟《好胜篇》，都还在。那么。这个阎王就告诉左边的官吏说了，他还知道值得，就是还知道培德，还有生理，上有生理，就是他命还可以，还有点命，还有生理，就还有生命，损他的五官就好了。那么就命令鬼差呢，把他两个眼睛呢抓掉，就放在那个柱子上面，两个眼睛呢炯炯四照。王立古呢，他想说，我的眼睛已经被抓走了，怎么还会在墙壁上、柱子上看得到呢？安得能视呢？就在转念之间呢，忽然间就天昏地暗了，全部看不到宫殿里面的这些阎王跟鬼差了。后来不久呢，就醒过来，旁边有人拍他肩膀说：“快走，快走！”结果他就赶快要走的时候呢，
片刻之间呢就跌倒了，后来就醒过来，他那个眼睛就瞎掉了。后来他就弃家 修道，后来得到顿悟，两个眼睛呢又恢复光明。他就遍游呢云栖博山之门，真禅实证呢坚行大悲忏法，后来在延寿呢12年。所以呢这个王毕鲁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说，人呢除了圣贤以外无日不在过中。刚才老和尚讲，一个是讲学讲经修学，一个是改过。孔子最担心两件事情，就是讲学改过。所以这里也有讲无日不在过中啊。所以你怎么去挽回天心呢？只要只能改过啊，否则呢你这个前因积累，你的前世的业力既然那么重不好，你后面的业在增加，纵使你有多福多大的福报，多少的子孙，等到你一气不来还是业随身啊。这个地方是提到呢啊，周子云他宠信三宝，又是勤行百善，做这么多好事，结果他到了阴间，他当然会不服啊。他在想，他应该到天上去啊。所以他看到阎王就非常不服啊。阎王后来就叫鬼差把布设抬出来，让他心服口服啊。结果他所做的善事都在名利两个字的下面啊。他后来就是相信阎王，还让他回魂醒过来5天，跟世间人说法，这也是表示一种惭愧忏悔，告诉世人说，你们行善一定要真诚老实，要清净心地，这8个字。所以我们怎么做一个善人，我们要学习这8个字啊，清净心地，真诚老实。你做善事用这8个字下去做，最后也可以达到人我两空，智勇兼备啊。那后来呢，他的好朋友唐时呢就说了，他说我对子云呢非常了解，他免不了有时候会为了一些名声啊，为人会好名啊，可能是在所难免。那至于利呢，我认为子云呢他轻财仗义，他对金钱不是很重视，但是对道义的事情他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勤劳努力。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呢？可能原因是他中间有人呢受人家的请托，期间呢传送财物，当初呢是花心要做善事，等到钱到手以后呢，他就换了临时挪用善款的弊端。那么这一点呢，我倒是呢本身都有做到。比如说人家注印经典，或是要这个放生啊，我们的志工呢，人家如果登记说要印经呢，会把这个名单跟钱交给我，那我就把它拿去印经啊。有时候算一算呢，都会少掉500、1000，一算少掉500、1000呢，可能是志工算错了，数字可能算错了。那我就变成依照他所使用数字，我再赔进去1500，这个常常发生的事情。我对这一点非常的谨慎，非常注意这个维系的因果。你看他财务到手以后，他可能有挪用之弊。刚开始的时候呢，只是想说暂时借，到后来久借不还。到后来就是戒酒了以后就没有还了。子云呢，大概他的一生仅剥夺这2个字，名跟利。可见阴司呢，他们一定会把你隐微微起，不容易被人发现的维系的这样的一个过误都会记录下来啊。所以不期暗示的原因就在这里啊，鬼王那边阴间都会记录下来啊。我能够体会子云的心，
所以才为他呢解释说明。因此呢，他骗告世间行善的人，要无为而为，无所不为。什么叫无为而为，无所不为呢？无为而为就是你要清净心去行善，就是佛陀跟我们讲，菩萨不住相布施，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不住相布施呢，即福德不可思议。无为而为就是不住相布施，没有能布施的我，没有所布施的对方，以及布施的财物，这个叫三轮体空的布施呢，是清净心的布施。清净心的布施叫无为而为，无所不为。什么叫无所不为？会增长你的贪嗔痴的，会增长你的名闻利养的，这个你不去做，你不去做这种事情。无所不为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本分应该去做的，你都要去做啊，无所不为，利人利他的通通要去做啊，这个叫无所不为啊。随着机缘一定要去利益万物，随机利物则上也，这才是上等的善。无为而为跟无所不为以及随机利物，这是上善。没有求报的心，就把苦难的众生劝人为善，这是次等的善。广积因功，想求自己免堕于三途受苦，这是第三等的善啊。所以如果你做善事是怕自己入三恶道，怕自己堕入三恶道，这是第三等的善哦。啊，你不求回报的心，去救把那些苦难众生，劝人广行善事，这才是第二等善而已。你不是我不求回报，那这还是属于第二等善哦。真正要做到无为而为，无所不为啊，住而无作，无作而作，就是不住相布施，就是无作而作。坐无坐，这个呢离开四相啊。若有一丝毫为名的心，就是错了路途了，就走错路了。如果你还有一丝毫中饱疏囊，那入地狱就像射箭这么快速，这可不谨慎吗？可不谨慎吗？把这一段记录下来，只要是期待以后想发愿做善人的人，要明辨这个道理，而且要笃行去做到这个境界啊。那么这一段里面呢，提到说，若有一毫为名之意，便是错了路头；若有一毫，更若有一毫疏毁囊陀，走入地狱如见你。有些人就会说了，那真的有这个事吗？德育古鉴里面就讲了，他说业报可以相信吗？业报足信乎？会不会是偶然的呢？恐皆偶然的呢？谁去记录这个事情呢？谁去记录说你是为民为利呢？我刚刚讲阎王那边不是两大箱都抬出来啊？刚才讲阎王就 抬箱子出来，里面都在名利之下。那这里德育古鉴就提到说，那谁去记录的呢？谁去做分数呢？谁去做分类呢？分数就是分类，你这个是为民，那个是为利，孰为记忆？谁去记录呢？哇，天下这么多人，像现在地球有六十几亿人口，六十几亿嘛，那鬼王不是忙死了吗？他记录这么多事情，孰为记忆？谁去记录呢？孰为分书之责呢？谁去分类呢？啊，你是犯杀生的，你是犯偷盗的，你是犯邪淫的，你是犯妄语的。也德育古鉴里面讲说，他人有心以蠢度之，别人有心，我看他脸色就知道了，这个人生气了。这人在起嫉妒了，
这人起怀疑了，他人有心，愚蠢度之，人不可焉。骗得了谁啊？人不可焉呢、啊，对不对？你看到对方生气，你就看知道啊，我都可以看得出来啊。哦，况鬼神乎呢？你所作所为，鬼神怎么会不知道呢？己心既洁，而况见之行事乎？你起心动念就看到了，何况你还要去做呢？响应声，影随形啊。因果这个东西叫什么？叫你打鼓一样，一再一打下去就响了，就有回音了，就响应声啊，他就给你回应了。你打大声，扣大者则大响，扣小者则小响啊。你鼓打大声，打大力，他就现大声的鼓声出来。你轻轻的敲，它就变轻轻的鼓声了，对不对？响应声啊，那影随形，你走到哪儿，影子跟在哪儿？影随形啊，骗得了谁呢？啊，为人之道，何患记忆啊？祸福无门，为人之道，就《太上感应门》的开头的第一开宗明义就跟你讲这样。祸福无门，为人之道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啊，为人之道，你自己招感的，何还记？怎么还要劳烦鬼差记录呢？你的阿赖耶识里面都有记录嘛？看阿赖耶识就知道了嘛。他抬出来那个箱子，也就是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呐、啊，很简单的道理啊。种子不灭啊！啊，何缓昏思呢？且行善必自欠，行善一定会自己觉得很安乐啊！行善必自欠呢、啊，造恶必不安呢、啊。你做坏事，内心会不安，晚上会做噩梦啊！啊。意志为记，那不就自己记录了吗？你自己去 分类了、啊、你先造一个杀生，你今天去偷人家东西，不就在你阿赖耶识里面自为记忆，自为分书了吗？到阎王那边，阎王一看就全部清楚，是一个都假不了啊。语音世间人说呢，种瓜的瓜，种豆的豆啊，属之不为，属也呀、啊。这个属呢，就是带有粘性的谷物，像高粱。你种高粱的谷物呢，之不为，属也。属就是黄米呀、啊。败之不为稻也，败就是长得在稻子旁边那个杂草，跟稻子长得很像的杂草。那个杂草是不可能变成道啊，此必然非偶然的，这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道理啊。啊，那接下来呢？啊，我们来讲净空老法师对所谓善人的开示。老法师说呢，所谓善人这四个字，到神仙可记，是说善人呢，他从三十三句到三十五句，文字不长。都是讲善善报，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善人的福报不但是很大，而且决定不爽。古今中外历史，我们看的很多。现在这个社会，只要你留心观察，也能够看得很清楚。就是因缘果报丝毫不爽。佛家所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你只要仔细去观察。善报是这样，恶报也是这样。时辰未到，它也有道理。你过去之中以福以恶，这一生行善没有得到善果，是因为过去之中的恶业太多，所以所受的恶报还没有受尽，所以你的善报不能现前。这是为什么修善而没有得到善果的原因。造恶还在享福，就是过去生中积的福德，
基督善多，他善的余福还没有报尽，这一生做的恶，他的余福享尽了，恶报就现前，就这么一个道理。粗心大意的人只看眼前，所以有时候产生错误的想法，以为作恶的人享福，行善的人受苦，以是断恶修善的念头就没了。那法师说，这是错误的想法，这是错误的看法。所以佛家里面讲因果通三世，报通三世，有现报、生报、后报。那么老法师又说了，他说注解里面有说，况其立心用意，待己待人，内而五常百行，外而事物及矣，无一之不尽乎啊。他说这个是讲善人他的用心，他的用意。我们讲说善心、善意、善行，存一善心那是真心，存一善意处事待人接物，这样才真正能做到止以至善。它是我们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菩提心，无量寿经、无量观无量寿佛经当中所说的至诚心就是善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就是善意，善意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就是善行。所以善心、善意、善行，总而言之，善行不外乎好善好德，不外乎五戒十善，就是总纲领，总纲领就是好善好德五戒十善。总言者，世出世间圣人他们所作所为自行化他，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就是好善好德五戒十善。佛菩萨是这样，天地鬼神也如是，天地鬼神也好善，所以叫做天心好善。我们都晓得四天王天、刀立天是修十善业道所感得的果报，由此可知呢，天人皆是善人，心行不善决定不能升天。鬼道跟畜生道里面恶多善少，可是我们在经上看到地藏经大家练的很多，地藏经上告诉我们地狱道、恶鬼道这些鬼王都非常善良，心地善良，怎么会堕到鬼道跟地狱道？第一道呢，他们其实菩萨示现的，在那边教化众生，教化那些恶业深重的众生。所以呢，天人我们相信天人是善的，鬼王也是善的，就是活菩萨在其中示现。众生呢，亦是造罪业，亦是遭受苦难，活菩萨示现的就越多，真是显示呢真慈大悲。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若讲的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